像小乖就没有得画画了，我问你要怎么办？乖乖，你又不受控了哦。这样小乖怎么画画？好吧，你不受控了，你跟我进去了。来，对，你跟我进去。啊？刚刚是不是说弟弟在画画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只有你在这里，你自己哭的话就继续哭哦。你数到十可以吗？哦。喊妈妈没有用哦，来，你要画画。这是我的，对呀，我自己的。那你再画画吧。刚刚阿伯有没有在跟你说话？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话？等到没有哭再回来。哦，没有哭再回来哦。你要哭你就慢慢哭，哭好像不能解决事情。妈妈昨天跟爸爸跟你说过，对不对？哭可以解决事情吗？不行。可以吗？啊，哭哭有用吗？看你又要哭了，然后继续站哦。我想要回来。我说过等你没有哭再跟我说。我想要回来。你有再哭你就不要跟我说。